今天来 Sky 看一眼，看一看客人买的房进度怎样了。新房，在他的会所里喝杯咖啡，坐一坐，从来没有在会所这么长时间，仔细看一看。哇，我发现宝了，真的好美。你看这里没有任何活动，前台跟我讲，这就是平常的居民， Sky 开岩社区的居民经常过来在这里谈工作，见一下客人，或者是朋友约着在那里喝咖啡喝茶聊一下天。咖啡2.75块一杯，普通咖啡也有小时啊什么的，特别的轻松安逸。这他社区地图，他很讲户外，各种各样的社区活动，他离 Mountain Charleston 离开岩滑雪的都很近，夏天避暑都很近，所以这一带越来越受那个 family 的欢迎，很多老美带着孩子搬到这里的。现在我发现中国人也有越来越多选这里的趋势。这个地点开车到三木林downtown15分钟才，你要是去赌场大道去机场的话，你可以走三木林 west 三木林 parkway， 也可以走95号，也可以走215， whatever 你觉得舒服。这是它的健身房，特别的漂亮，三面有窗，看的都是公园雪山。老实讲他不给拍呀，我也没敢拍，都有人。哇，那个你在那里跑步那感觉不要太好，看着外面美美的，你去花钱去的健身房可没有这个景观的。你是那里居民，这些全都免费吗？你看这个大会所，带着大壁炉，好多桌子椅子，在那儿晒太阳的喝咖啡的，安逸的很。对面就是游泳池，你看着吧，你是社区居民，你有门卡的，你又可以用。你看那雪山，在旁边有公园、球场、小孩游乐场。这是大会所，刚才那个对面那个小房是健身房。会所，你看你多少人坐不下，来多少人都可以。89166区号，家庭收入中位数97,951。偏高的啊，偏高，在这个城市，社区活动基本每天都有。小区都有什么开发商？